花妹吵架回娘家，台日夫妻斗心机。吵架什么？台湾女孩子还可以回娘家，但他们在台湾唯一的家人就是我们而已了。但我也可以订机票。我有护照吗？说我要回日本，他把我的护照藏在那个保险柜里面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